好，我这里副扑克牌，然后待会呢，你可以任意的选一张牌，这张，还要换吗？要换吗？不换了，好嘞，给镜头看一下。那我也选一张，你选一张，方块七，那我选的是黑桃三。现在这两张牌啊，是你跟我选的，嗯。好，那我现在问一下，你有没有看过小叮当？有，小时候有吗？有。有小叮当有什么东西？嗯，一个百宝袋。百宝袋嘛，嗯、对不对？好，等一下待会呢，我要跟小叮当借一样道具哦。嗯。什么道具呢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没有。时光隧道机。这张牌呢，你帮我折起来，帮我折起来，折起来，折成横的，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子，嗯，好，那我折成直的，嗯，捏紧啊，好，好，来借我一下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两张牌呢，一张是横的哈，一张是直的，嗯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把你这张牌放到我的牌里面，嗯，我刚刚讲的时光隧道，我要回到一分钟前的状态，一分钟前，我等一下要回到一分钟前的状态，嗯，那现在呢，我问你一下，我们扑克牌有几面？两面，有两面嘛，嗯，一面是背，一面是数字，嗯。那现在背呢？蓝背是在外面，是在外层对吧？对。好，现在蓝背是在外层，那像这样子。现在我把数字换到外层，嗯。那现在蓝背在哪边？内层啊。在内层嘛，对吧？好，我刚刚说的。回到一分钟前，嗯，三二一，嗯，他就回到一分钟前，嗯，蓝背，嗯。好，然后待会我向右移，你可以任意的喊停。好，停。停，好，我们在停的地方撕掉。好，出来。所以这张呢，是你刚刚的牌，帮我检查一下。原本的牌。OK。嗯。好，这张呢是我刚刚的那张牌，哎，帮我撕一下，用力。我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刚刚一分钟前，嗯，这个是翻过来，嗯，两边，